谁敢横刀立马，唯我霸气学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学长。今天我们正经家族内战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实力，给你们看看学长本命素散之魂的威力。哎，那边发现一个人，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哎呦，这不江叔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不要绕了吗？你是跑不掉的，看看倒地了吧？哎，江叔不是我说你啊，太弟弟了啊。哎呦，神驴你偷袭我，好，我记住你了。小驴驴不要跑了吗？给我站那儿！刚才偷袭我的时候你想啥来着呀？乖乖上椅子吧，嘿嘿，我就在这等人来救你。今天他必定是机智的一天。 What？ 怎么大门就开了呢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人。哎呦，我这一回头就发现了一只野生的美人，嘿嘿，那就不要怪学长我无情了。哎，走你。哎，没有办法，我真是太狠了。哎呦，反派你还敢来救的是不？那你就替他留下来吧。哎呦，江叔也来了，那蒋叔叔也不要走了吗？乖乖在这等着我吧。哎，嘿嘿，还剩最后一个了。美人姐姐你在哪里呀？不要跑了吗？你的挣扎那都是徒劳无功的。哎，学长我真是太强了，就这样轻松的解决掉他们是不是太无聊了呢？不如我们这样。江叔，江叔你都下来了，你咋不走呢？是不是因为我太帅你舍不得我？哎，还是被卡在这里了。跑吧，尽情的跑吧，你现在只不过是我手中的玩物，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到底怎么样。大木拉开始在笑，躲在一旁看热闹，舞蹈迷让他这样不住悲伤，没人瞧，我的忘记了骄傲，多么可悲的主角，你说这是我写照，我说走开别闹。哎，江苏也不过如此嘛，不过我学长也不是什么坏人，还是让你走吧，毕竟我是一个善良又帅气机智又勇敢的人。